在中国女排遗憾地输给土耳其队，无缘东京奥运会四强之后，整个排球界乃至全国球迷的心中都笼罩着一层难以言喻的阴霾。而在这场失利后的央视采访中，年仅24岁、正值职业生涯巅峰期的李盈莹，那句“我可能不会再有下一届奥运会了”的话语，如同一枚重磅炸弹，在平静的湖面上激起了层层涟漪，让人不禁深思其背后的复杂情感与深刻含义语。李盈莹这位在巴黎奥运周期中数据耀眼，几乎在所有主攻手中脱颖而出的顶级球员，她的每一次扣杀都充满了力量与决心，她的每一次救球都展现了不屈与坚韧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赛场上光芒四射的明星，却在赛后采访中流露出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与疲惫。这不仅仅是对个人职业生涯的考量，更是对过去几年在国家队经历的一种深刻反思。回顾过去3年，李盈莹在国家队的日子或许并不像外界看到的那样光鲜亮丽，高强度的训练、激烈的比赛以及随之而来的舆论压力，都让这个年轻的女孩承受了远超常人的重负。尤其是在一个团队中，当个人的努力与团队的胜利无法完全画上等号时，那种无力感与挫败感更是难以言喻。正如他所言，过去的3年在国家队过得连牲口都不如的日子，这句话虽显夸张，却也透露出他内心的真实感受，那是一种对极限挑战的疲惫，也是对团队氛围的无奈。与此同时，社交媒体上关于中国女排未来走向的猜测与讨论也愈演愈烈，特别是当圈内人爆出蔡斌签完下周期了，奥运不佳可能更迭的消息时，更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。这一消息似乎为李盈莹的退役提供了某种注解，在一个可能即将发生变革的环境中，选择离开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，也是一种对未来的重新规划。对于李盈莹而言，她已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与价值，无需再用更多的荣誉来证明自己。此时她或许更渴望的是能够在一个更加和谐、更加理解她的环境中，享受排球带来的纯粹快乐。毕竟对于一名运动员而言，除了追求胜利与荣誉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保持对运动的热爱与享受。作为球迷，我们尊重李盈莹的决定，无论她选择继续征战还是选择退役，我们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她。同时，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借此机会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调整，重新找回那支曾经让世界为之震撼的女排精神。毕竟中国女排不仅仅是一支球队，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，一种永不言败、勇于挑战的信念。